你说他们俩怎么还没回来？人家毕竟是夫妻，多给他们点时间嘛。再说了，就算阿莫什么都不记得了，盛伦还有很多话要跟他说呢。哎，盛伦。 阿莫呢？怎么你一个人？阿莫不是和你一起去的吗？阿莫他被赤云劫走了。我和阿莫正在崖边说话，阿莫已经答应了我，跟我回凌云。谁料赤云突然冲了出来，硬拼着将阿莫劫走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去追呢？追也没有用。再说。 赤云也不会把阿莫怎么样。我想给阿莫一点时间，让他彻底想清楚。不行，你不知道，在你来之前，赤云已经见过阿莫了，可是阿莫拒绝了他，我怕他怀恨在心，对阿莫不利，我得去找他。哎，赤云不会对阿莫怎么样的。盛伦，大哥，哎，怎么只有你们几个？阿莫呢？ 玉辰兄，盛伦惭愧。阿莫被赤云劫走了。什么？我帮你找他去。玉辰，我感觉阿莫心中还有赤云的影子。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急着去找他，让他和赤云做一个了断吧。无论什么结果，我都会接受。 其实你明知道阿莫和赤云之间的感情，为何还要给他们机会见面呢？我答应过阿莫，要给他全部的自由。我不想用这种手段，强行斩断他和赤云的关系。玉辰，就算我对你的一个请求，请你不要去找阿莫。 我不放，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。你放开我！你绑着我干什么？放手！这是龙筋，除了我，谁都解不开。什么时候你想起我，我就什么时候帮你解开。如果我一辈子想不起呢？那岂不是更好？
那你就得一辈子留在我身边了。无赖！你以前也是这么叫我的。母亲姑娘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就让我以身相许吧。你在想什么？想他的无赖，无赖的让你着迷。我没有，我早就忘了。什么终身大事啊？ 我救了你，你救了我，我们俩扯平了，好不好？娘子，你要不闭嘴！再叫我娘子，信不信我把你踢出去？好的，娘子。还记得这个竹屋吗？不记得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你放开我！你带我进去干什么？你放开！ 有机会还真想见见这位名震大荒的凌云氏轮王子啊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儿子吗？值得你那么一脸崇拜？切，你懂什么？这叫做为国为民。这难道不是一个王子的本分吗？本分？凌云那么多王子，谁尽本分了？他们不就只知道不做实事，整天想着内斗，想着怎么争夺凌云王之位吗？ 恐怕也只有凌云圣伦才会真正体恤百姓吧。那时候在你心里，圣伦和赤羽谁高谁低？现在呢？在你心里又是怎么样的？你还要说你心里没有赤羽吗？我只是不想让他卷进来，仅此而已。 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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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族有王族的活法，百姓有百姓的日子，咱们就好好吃自己的饭吧啊！来，吃一块，啊，吃一块，啊，啊，嗯，这，啊，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。 欢好的地方，别说了，我不记得。那些甜蜜，那些嫉妒，你忘得掉吗？那些鱼水之欢，比起我所经历的地狱煎熬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的心里已经放下这些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报仇。 这辈子最美好的三天，那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三天。我给你做了早饭，我们还一起去那个桃花林里散步。我们为了躲开阿碧和烈阳，还费了不少功夫。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不记得。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可以抛开一切，永远跟我在一起。你不记得了？不记得了。 你曾经对我痴情一片，而我也是。这一切，你真的都不记得了吗？你都忘了吗？忘了就是忘了。大哥告诉我，三年前你不相信我，认为是我偷了你的宝物，你还逼我大哥和圣伦拿我交换宝物，最后。 害我被童正打伤，落入雨渊，是不是这样？
还有你们一起经历的那些冒险，那些快乐，你都能忘掉吗？母亲莫问。两位灭火英雄回来了，这就是英雄，两位英雄回来了。火是我灭的，如果以后有人问起的话，你们就说是我母亲莫灭的火。英雄啊，这是我珍藏多年的酒，即使天再干也没舍得喝。今天我们把百里城最好的酒献给我们最尊敬的英雄。好酒。我现在已经不是穆清末了，我是宣阳若，宣阳若，宣阳的亡妻。你干什么？天黑了还能干什么？睡觉啊。是吗？嗯。可你不是一心想要自由，想要无拘无束吗？为什么又要走回宣阳若了呢？嗯，那行吧，矜持一点才有乐趣嘛。哎，对了，我耳朵可灵得很哦，一点动静我就能听得见，你可千万不要指望半夜可以把我甩掉。谁是牛皮糖？嗯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被坏人给跟踪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呢，我会保护你的，谁都伤不了你。嗯。喂，你总跟着我干什么？你再跟着我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你要是杀了我，我就不能跟娘子道歉了。道什么歉啊？其实这件事我也有点愧疚，刚刚我收到家里边长辈的来信，说家里边出了点事，所以我可能要走几天。哎，你要离开了？其实这事我也很犹豫。哎，娘子，如果你真的想挽留我的话，其实我可以不走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男子汉志在四方，应该以大局为重。好走不送啊，走吧。其实办事当然很重要，报恩也很重要。其实呢，我真的很舍不得你，不过你应该以大局为重，以大局为重嘛。既然娘子这么舍不得我，那我还是留下来吧。你不走了？不走了。真的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大丈夫嘛，就是应该爱美人不爱江山。为了娘子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。哎，这谁啊？谁啊？喂，牛皮糖。我们后会无期了。我现在只想脱身，我回不去了，也不想回去了。说得好，绝不要心软。你告诉我，既然我对你一片痴情，你对我也一样，那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又为何害我落入鱼渊？这些都是我的错，我希望你原谅我。你就是这样祈求我的原谅吗？绑着我？赤云，我不恨你，也不怪你，
因为那些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你我的恩怨，在我一生一死之间已经消散了。你帮我解开龙筋，或许我们还可以做朋友。因为对我而言，你我才刚刚认识。不要让我讨厌你。阿木，我不相信你会忘记我，我一定会让你记起我，一定。那些事情我根本就不想记起来，别做梦。怎么，赤云大人，你还想把我绑起来吗？阿木，看到那座山了吗？翻过那座山，就是我不归谷最大的一片桃花林。我们曾在那儿许诺，不管人在何处，每当桃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们就相会于桃花树下，不见不散。你还记得吗？你这样是甩不掉他。不归寨里的年轻人都你要让他伤心才行。我好像想起来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你想起什么了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和盛伦相遇在桃花树下，当时正好是凌云的放灯节，他带我乘着玄鸟从高空俯瞰凌云，整个大地灿若星辰，景象太美了。时隔多年，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你怎么会只记得那个盛伦？我们呢？我们的记忆呢？忘记了，就是忘记了。你不要再纠缠下去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帮你找回属于我们的记忆。还不够？这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过去。你必须伤透他的心，他才可能让你走。我劝你不要白费力气。我想起了一个地方，一定要跟我再去一次。浩雪，浩雪，你看到赤云了吗？我找了整个玄木山都没有看到他，他会去哪儿呢？姐，你别担心，赤云去宣阳山找阿茂去了。宣阳山？他怎么能出尔反尔啊？他答应我不会离开的，怎么现在说走就走了？姐，你别怪赤云了，是因为宣阳山那边传来消息，说阿茂的病况有所好转，所以我才让他过去找他的。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让他离开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玄牧现在有多需要他。姐，我们身为王族本来就身不由己，你我一样，阿茂也是一样，但只有赤云，他是异族的首领，形势本来就放荡不羁，我不希望他改变自己，更不希望他像我们一样把自己约束起来。哎，有的时候我真是很羡慕他。赤云是若江人，行事作风自然也像若江，我们羡慕他是没有用的，我们身在王族就要肩负王族的责任。姐，你肩上的担子已经够重的了，有的时候你应该学会卸下担子，这样你才不会被压垮的。你是我弟弟，我只有肩负这个担子，你才能过得轻松一点。我才不需要你跟我肩负什么担子，我是男人，你是我姐姐，应该我来保护你，而不是你来保护我。姐，你不要再对自己这么苛刻了。你不是爱上一个凌云的将军吗？你去找他吧，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。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，
我弟弟长大了。 志若和玉辰都不肯告诉我，问了也不肯说。你虽然来宣阳山没多长时间，可是和娘最贴心。你告诉我，阿莫去哪儿了？看志若和玉辰的样子就知道，阿莫不至于出什么危险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回母亲，阿莫。 是被赤云带走了，原来是被赤云带走了。您就不担心吗？阿莫对那个赤云有情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我以前问过他，他不肯说。后来他嫁人了，才从你大哥口中知道。其实。 我有一些后悔，不应该让他嫁给盛伦。如今他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就让他去吧。只要他开心，和谁在一起，我已经不想过问了。你还记得这儿吗？多年前。 我为了保护自己的部下，引开童正四处躲藏，却因伤重而昏迷。后来过了不久，我感觉到有人在替我疗伤。睁开眼睛，一个青衣少女正在看着我。我们四目相对，在那一刻，我爱上了她。 后来，玄牧王邀请我到玄牧国去做客，学习玄牧的种种长处。我本不愿意留在玄牧山，但却坚持留下了好几年。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？因为你。因为我想起了那个少女。 那个不顾一切救我的少女，那个因为我而受伤的少女。我发誓，我要让自己变得强大，用生命去守护她。所以我不断的学习，让自己变得强大，希望有朝一日，我可以毫无顾忌的去保护你，保护若江的百姓。阿嬷。 你可以因为一个素不相识的我，不顾性命，却面对真心待你的我如此冷漠。我说过了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穆青墨了。你是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。 不管你如何待我，你都是我心目中的那个阿嬷。这座山叫百里山，童峥用这里的地火炼功，导致百里国火灵泛滥，四野荒芜。浩许心地善良，让我到这里来查看虚实。当我查清一切，准备要离开的时候。 蓦然回首间，竟又看到了那个青衣女子。不要听她的这些瞎话，说的你们好像冥冥之中注定有缘一样。你要复仇，就不能让别的情感占据你的心。你明白吗？何人敢在？你快点离开这里吧，百里山天生异象，重受躁动，若是我再来晚一步的话，恐怕你就没命了。
怎么是你啊？哎呀，啊！他在漫天晚霞中向我缓缓走过来。那个时候，我居然有些害怕了，竟有想要逃走的冲动。可是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，一起爬着百里山，一起。你忘了，他曾经用物品来交换，那在他心里，你又何尝不是玩物呢？忘了他，让他不能再折磨你的心；忘了他，你的仇恨才能更纯粹；忘了他，自从相逢。你一直在追，口口声声说什么宁可血溅一山，只要我眼中有你；宁可血满荒野，只要我心中有你。眼中有你，可你的眼中，你的心中，可曾真正有过我？阿莫，不要过来！从今以后，你我恨断义绝。若是我眼中还有你的影，我便挖掉我的双眼；若是我心中还有你的人，我便毁掉我的心。我宁可死，也不用你救。坚持住，求求你一定不要放弃。不要再说了，我都说了我不记得了。那个穆青墨只是你记忆里的穆青墨，不是我。就是个疯子，你喝醉了，明天我就回去了，在凌云等着阿莫回来。如果他不打算回来了，我也绝不纠缠，给他彻底的自由。我不是瞎子，他对赤云的情谊我都看着了。是你，上次就是你，对不对？之前你就来过。时至今日，我还依然想着你，念着你。他会回来的，我是希望他是自己想回来，不是因为别人，是因为我才回来。看来他是真的爱上阿莫了。玉晨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，他没有死，他说他愿意和我做真正的夫妻。阿莫说他愿意，那我就等，等他回来，他就是我盛伦的妻子了。
怎么了？怎么？紧张我？我只是怕你死在这里，没人送我回去吧？就不能背我呀？背不动啊！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那就扶吧。哎，真麻烦。一二三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么重啊？你的灵力为何如此混乱，竟然抵挡不了这一路的火毒？之前在面膜战的时候受了重伤，后来浩许救了我，可是伤势一直没有痊愈，又挨了生乱一场。你明知道自己抵挡不了火毒，为什么还要点燃火山？只要能让你想起我，其他的我根本什么都不在乎。你这又是何必？咱们走吧，到那边的山顶去，那里有我们重要的回忆。初见若缱绻，誓言风吹云舒卷，岁月间魂惊细有何年，心有喜但愿，执念轮回过几年，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。